86公斤的大量，差不多大概就一个亿吧。一个小目标啊，老板。砍一半减个零呗。再快的话，别的地方我就送去5000万。昨晚有一位翠友啊，相中了一块小墨西沙的半明料，种水还可以，但是这位翠友开的价格呀稍微低了一点。今天啊，我们就去帮这位翠友去谈一谈，看看这个价格我们能不能把它谈下来，帮这位翠友争取一下。走。哎，哎呀，我刚才去核酸去了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走吧。这个什么时候到的？我之前没看到过呢。这个才到了，86公斤的大量。木纳片厂吗？那个？对对对。这个多少啊？这块的话，我是准备想要个差不多，大概就1亿吧。一个小目标啊，老板。一个亿的话，现在合人民币是300左右啊。来，进来吧。砍一半减个零呗。哎呀，那怎么可能啊？嗯，来，走，我来看一下那个小墨西沙的，我找一下，就在这里放下，看一下，是哪一个？哦，原来是这个要卖多少啊？这块的话，别的地方我就送去5000万。你要跟我说你要卖多少就行了。OK，那就给你2000万吧。2000万的话，不是朋友价呀。那1500吧，好吧，1500吧。看过了。300万。哎呦，这300万的话怎么可能？这不出了，800你还是不行吗？你好好开价。800是那个2万多吗？2万多贵了，你这个东西还要跟我拉价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跟你多说了，就400。多少个亿？你咋的？亿。然后，你们两个人的眼神里已经默认了，可以出了。哎，行了，来，忘记了，拿走了。老板，忘了。钱的话，你回头去我那里。没事的，有好事都给我送过去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哥。啊，可以，就 OK， 等你消息啊。啊，好，哎，就走了。哎，好，那我就不送了啊，慢走啊。哎，这个料子我们刚刚拿下来了啊，其实这个种质还是不错的。走，我们回去把它切掉。这块料子呢，我们准备开切了。切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点啊，我们压灯这边的光感啊，明显会很亮。证明它这边的净度和种头啊呢都是相对要好一点。你看这个后面呢，它这边的位置呢明显就会偏闷，这个就是棉或者是种弱的一个表现啊。所以说接下来啊，我们把这个有棉的位置呢，我们再把它往下剥一下，把皮剥掉，开个。这么便宜的小石头竟然出了3件货，还是挺意外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整体来看的话，这3件的起货啊，胶感都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利用这个小的边角料呢，给翠友意外的一个小惊喜，雕了一条小龙，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厚装饱满的。这2件啊，是应翠友的要求，我们雕的一个随行的坐佛，可以看到佛的开脸啊，细致入微，端庄慈祥。下边呢这个位置做的6字真言，然后呢背面这里做了一个悟道。这一件呢整体呢它是一个战观银像，背面呢有是随行柔的一些线条啊。随行的东西啊，最主要的是它的一个造型要很舒服很贴合，这样才跟它的主题啊能柔为一体。因为翠月也比较着急嘛，因为要中秋节之前收到这3件作品，所以说我们要马上啊